苏雨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宁墨尘，我真的希望从来都没遇见过你。宁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自己想死，别连累我。苏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我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，你没听说过利益至上的关系说破就破吗？像你这种人，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。苏雨，你跟我到底有什么仇？你会知道的。